今天也是大爱电视台16岁的生日，大爱台的同仁们选择在今天揪团做志工。今天清晨一大早就在关渡园区集合，大家暂时离开工作岗位，分成4条路线做志工，体会付出的法喜。同时，也在正言上人的见证之下，大爱台同仁发愿要做媒体清流，要将美善送往世界各个角落。为实际写历史，喊得有朝气，喊得有活力。2014年第一天起大早，再冷都不畏惧。善的事情能够一马当先。元旦日正式离开工作岗位，换上轻便服装，人文之夜同仁揪团当志工。内心除了说对环保志工有一份感恩之外，那也会很想说去体验说他们平常做环保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刚好阳光普照啊。做环保志工的好天气，好日子。把握新年第一天，往4大职业领域提供志工付出的辛劳，同仁在低温中表示决心，全都映入正言上人眼中。2014年的第一天元旦啊，也是我们大爱台的16年的生日哈，我们的大爱菩萨们真心的投入，为普天下呢来做清流，清流的涌泉呢，就是在我们人文中心里。兵分四路，把握时机，各路队伍依序出发，就如同上人所说，大概如同清流，将善与爱带往世界每一个角落。大新闻想邓一中台北报道。